来来来，我老表，现在装了8天种啊，咱一大早就来到了开红冲交易市场，这里拥有10几年的冲红交易，引领河南冲红市在未来啊，这里明年交易量可达成千上万只，这里聚集了各地十几名圈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你买不到的高，走看看里面今年都有啥样的高，走起。哎呦，像波美，白色的，黑色的。 铁包金似的，这家伙长得有意思啊！这小玩意儿，这跟个小球似的。嘚嘚嘚嘚嘚，孩子拉布拉多，看咱家伙长得好看啊！看那骨架，看那毛量，嘿嘿，乌海乌海的，这个二傻子，哎呀，你长得跟浪似的。嘚嘚嘚嘚嘚嘚，西班牙獒，4个月了，丑八哥，4个多月，长得跟猴子似的，趴在身上。 多眼鹰，700，700，这烟咋弄的？这烟，烟起毛有点起毛，搁这了，有点起毛搁这了。哎呀，装这小柯基，哎呀，小这家伙谁欺负你了？你看你哭的，哎呀，骨瘦如柴，像这种咱们坚决不能要啊。爆棚泰迪，爆棚泰迪，这几个月了？俩月了。多眼鹰。 260，260，嘴有点长了。咱家一只拉布拉多，深圳的粉丝啊，哎呀，嘴非常的宽，估计有7、8斤了，非常的重啊。等下约车给他化妆。这家伙长得可以啊，嘴又挺重的。来来来来，嘚嘚嘚嘚嘚，非常漂亮啊。哎，爆青春。查理王小猎犬。那有两月没？啊，2个多月了。2个多月了。3个月了。 这多眼鹰还黑嘞！来来来，来来呀，3500。这黄的嘞？黄的，黄的也3500。都3500一个。这是一窝小边牧啊，两个黑的，两个云似的。市场只要有好狗，立马都围观了起来啊！大家都喜欢好狗，这个看脸还可以啊。由于价格偏高，都拿不动。要是便宜的话，白眼的话能早就牵挂。来来来，小老头宣传队一直请到了粉丝。 哎呀妈，大宝给他发粥啊！500块命，非常漂亮，小老头儿。这是一窝稀释犬，看这家伙吃的呀！你这家伙挺凶啊！你像妖怪啊你啊！这几个月了？7个月。7个月，这多少钱一窝？7个月。7个月，这多少钱一窝？7个月。多少钱？1000。5000，好东西永远不会便宜啊！好毛病用，很本领。这狗非常专，眼睛非常大，眼睛大，鼻子漂亮，很漂亮。这狗一般人根本拿不动啊。 狗子漂亮，这是一只阴间症啊，哎呀，内蒙，应该不到2个月了。江缅因，这几个月了？我也不记得，10月9号生的，80多天。这多少钱一窝？这得4500。这三个都一样价吗？要是这个便宜一点，这个3500。这个3500。这个是小母马，只要瞄这俩公的蛋。